我们继续。那这一场我是觉得男主角是不是应该要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感觉，也就是说打一打怎么样啊？打一打会哦会哦。知道打杀杀比较刺激，比较多人看，对吧？但一开始的惊悚在哪里？马导，我觉得这个 idea 很不错哎。你不是要去练那个跆拳了吗？对呀，有一点打戏的话，这样也会表现你的突破嘛，对不对？谁说惊悚爱情片不能够有打戏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演唱会巡回刚结束，我连看剧本的时间都没有。哎呦，莫奇老师啊，其实呢，如果你跟坏人对打了，一定很帅。好吧，我们就加一场打戏嘛。对耶，我之前不让大家，就是担心他会受伤，因为他以前练过体操，有受伤。可是这样听起来，这样打戏真的可以帮助到票房哎，很不错啊。就是那种那个卧虎藏龙、李慕白那种，对不对？慢慢打，摆个 pose 是吧？这跟我的受伤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小 baby 是不是啊？要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剧本的会议桌上有你经纪人说话的份吗？你有比我懂吗？还是你比他们懂 ？It's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。很好啊，开会不用关手机，你很专业嘛。我改本很重要，我想要在开拍之前修好我的剧。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你还一直讲电话。我第一次当监制，第一次出钱拍电影自己演，几千万就算了。拍不好丢脸的是我，被笑被骂的也是我，干他妈就这么衰吗？还要帮你们每个人吃吃喝喝买单？